来不及哦，来不及，每一秒钟，每一秒钟，心都揪在一起啊，真的是生生告急，这不都是呢天地负重吗？想想这已经在警告，一再一再警告，一再一再的视线哦，我们应该人人啊戒慎虔诚啊，看到画面上啊，到底多少人能逃得过这一波呢？真的不知道，我们大家应该要很虔诚的为他们祈祷。